如果要过像从前那种生活，啊，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啊，吃这样的蔬菜，如果吃上两年到都市里头来，我看一个月都受不了，啊，他就会中毒。啊，这些事情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一切随缘，啊，我们卫生一定要注重。佛当年在世，生活是托钵，托钵呢一定要随缘，啊，这个斋主供养什么吃什么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所以佛家托钵叫三净肉啊，啊，吃这个肉，这个肉没有看到杀生。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，啊，不是为我杀的，啊，这个就虚空，都是养慈悲心的。学佛素食，在全世界只有中国，啊，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没有吃素，只有中国吃素。中国佛教徒为什么吃素呢？梁武帝提倡的，啊，所以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，啊，他是我们佛门的护法，他读《楞严经》，读到经上讲，菩萨慈悲，不忍心吃众生肉，他读了很受感动，啊，他就素食。啊，那么他开始素食啊，那首先响应的出家人，啊，以后这个在家同修啊，也都采取素食，就素食运动是中国人提倡，啊，这个运动非常之好，素食，就中年以上啊，确实是非常健康，啊，值得推广的，啊，可是。你在工作不方便的时候吃肉边菜可以，不必把这个放在心上。